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3月10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初4。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台长你好。你好。你好。台长，台长，你台长帮人家测字是用打印还是看字来测的？测字的。测字啊。啊，你台长是用打印还是看那个字的意义来测？一般的，像一个人能够帮人家测字，他是全方面的那个知识都比较健全的。啊，比方说字，他对字的测字是有过研究的，虽然不是很深，但是有研究，但是在每个字里面都有气场。啊，听得懂吗？他又可以感应，也可以测字。比方说觉悟的觉字吧，对不对啊？就像一朵莲花在长出来一样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莲花上面长在房子的上面，房顶的上面，对不对啊？长在房子上面，那么你如果一个人在房间里边天天看见很多东西，那你是只是在房间当中，你就没有觉悟，你必须要长出房间以外，你这个人才会有觉。所以你看，这个觉悟的觉字上面像一朵莲花，下面是一个房子的房间，像一个房间，你在里边，那你在房间里见到的东西你怎么能觉悟啊？好，它本身就是对字体的一种文学研究知识，再加上你对这些字体的灵感。像你这种人，你说你怎么能测字啊？你告诉我呀。我是懂人不能了。啊。测字会不会动人因果呢，台长？这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啊。动人因果啊，这种测字的会不会动人因果呢？会的，你讲错了就动人因果了呀。哦，也是会的。啊，你比方说同样一个字，你帮人家测好测不好，那你讲的话人家受你影响了，他去做了不好的事情了，对不对啊？那你是不是动人因果了？比方说有一个男的，他很想离婚，他跑到车子先生那里，那么这个车子先生呢就跟他说，你要车子是吧，你写个字吧，他就写一个离字，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车子先生如果是不好的呢，他说一横上面一点，就是心中有很多的烦恼，然后一个大叉就说明这个事情要离开啊，然后呢这个字呢说明你下面就是关在房间里，对不对啊？房间里边一个吆喝的吆字，就说明你对这件事情根本没有重视，根本没有意思了，所以你还不妨离开他吧。好了，人家去离婚了，你说他动人家因果吗？好，再动一动。如果你测字测得好的话，你知道他要离婚，你要劝他，你就说一横上面一个点，说明这个人有智慧。虽然现在在房间里一个方块里边有个大叉，睡眠里边有很多的烦恼，但是想一想，你从小房间走到下面一个大房间。你可以通过一个腰子的腰，你可以从困境走出来。哎呀，你这个人虽然有离婚的可能，但是你不会离婚的，你不就救人家一个婚姻了吗？耶。台长，如果只讲设置，如果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就不会动一个吧？那你骗人家。台长呢，如果台长测字是感应，是用来感应还是有没有用来感应的，台长？你看，跟他讲了半天，解释了半天，他又把第一个问题拿过来问了，这就说明你像剃头一样的，
你帮人家剃头，这剃过了你忘记了，又给人家剃一遍。听懂了吗？我对人没有感，没有什么感应啊，才感觉感应比较足啊。感应比较足啊。好了好了，台长，还有什么问题啊？给个梦。我梦见好像我跟人吵架，我感觉他变了一个玻璃珠，我放拿上来丢在地下，我看不会爆，我再拿上来再丢在地下，它又不会脆。这个是好梦吗？这是一般的梦，没什么好，哦、没什么不好的。嗯。哦。好吧。哦，对。台长，帮我解一下，是不要还是啊？就梦嘛，梦是好不好呢？什么梦啦？解一个梦，没有解字，放我吃下字。梦。啊，你这个梦字啊，梦字，你这个人猛猛叉叉呀，你在树林森林当中呀，两个林嘛就树林啊，单溪的溪字啊，溪嘛就是你还没有完全开悟呀，就晨曦呀， 很多事情正在朦胧当中，慢慢的在醒悟当中，但是又在树林当中。说明你现在对某一件事情是懵懵叨叨的，还不开悟，还不理解呀、啊。好了。哦，明白了。再见了。感恩再见。哎，人生很苦啊，有时候啊，精神上很充裕，身体上又吃不消；有的时候精神很好，啊，这个身体上很好，精神又吃不消。所以人生很多时候一直在一种相对啊，相对，所以叫相对论嘛。很多事情并不是绝对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完美的去解释，也没有一件事情你完美的可以把它做到的，都是在不停的在啊圆融之中，在包容之中，它才能顺利。所以一个人不懂得怎么样来解脱自己，那你这个人就会在苦恼和烦恼当中慢慢的啊，在越来越迷惑，所以在虚幻之中。所以菩萨让我们每天要觉悟，每天要放下，每天要想通。喂啊，喂，师傅好啊，讲吧。嗯，师傅您好，您辛苦了。师傅，我想问一下，如果做一个预示梦，梦见了以后，那个怎么化解呀？怎么让它改变呀？念经呀，不念经怎么改变啊？不念经能改变的？改变不了的。就是念经，每天都在念。每天都在念嘛，你自己要针对这个梦来改变的呀，你要求的呀，我念多少遍经来化解我这个梦的恶念或者怎么样？哦，那您说，比如说我做梦梦见我搬家了，后来我真的搬家了，但是我梦见之前，我刚开始梦见以后我不想搬，这个怎么化解呀？求菩萨保佑呀。哦，求菩萨保佑啊。嗯，师傅，那个一个师兄让您帮着解一个字，测一个字，就是来来往往的往。来来往往的网子啊，这还不知道啊。这个你看，一个人行道的行字的左边，对不对啊？对。啊，就来上面少掉一撇，不就是个人字吗？啊。这个人是顶在上面的，稀里糊涂的，没有脑子的，脑子上面还有一层，那这个人是双重障碍。哦。啊，网字是什么？一个没有主意的人，一个人心中没有主意、okay. 听得懂吗？听懂了。不是，没有主意，这就摇摇晃晃，这就来来往往、嗯、这个人心不定，就说明、嗯、听得懂了吗？是，好了，听懂了。那要多念大悲咒是吗，师父？是啊，一个人要住啊，所以行住坐卧，一个人要心要有住，住得住那你就成功，住不住你就不成功了呀。嗯，明白了吗？明白。师傅，我现在气场好点吗？你气呢还有，场呢不足。啊，气还有，场不足。哎，对。嗯，所以一个人怎么样来调节自己的气场，
不是别人，是靠自己的。嗯。那你说你今天气场好一点，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想通了啦？他自己师傅有时候就不开心的时候，他一就是像一个一点小事他自己就不开心，哎，就坐那就不开心。那我说不开心就不开心的。忧郁症。忧郁症。啊。还没好哈。没有好，但是只是发的少了呀。发的少的话，他这个概率低的话，他就接近好了呀。嗯，师傅真不容易。啊、嗯。每个人都是这样，老跟病人打交道，周围都是病人。对，我很师傅，我现在我念经念的好吗？蛮好，蛮好。嗯，小房子也挺好的。对呀、啊，就要学会随遇而安呢、啊，不管碰到什么，我就安定下来。嗯，很多人就是不安定啊。很多人就是住不住啊、嗯、所以明明叫他老实一点念经啦、不要动小脑筋啦，非要动，结果嘛、结果嘛就倒霉了呀。就是像人家一样，老人家医生跟你说你不要抽烟呐、偷偷摸摸抽、你不要喝酒啊偷偷摸摸喝，对啊，就是这样的呀。师父跟你说你就跟我老老实实念经，你就念经嘛好了，怎么会有事情啊、就是不老实，一会儿嘛要做这个了，一会儿要做那个了，一会儿跟人家说了、哎呀我来帮你求求吧，一会儿问人家拿名单了，你看这个跟前世的根基有关系哈，师傅。劣根性啊，劣根性收不住啊，我告诉你、人收不住心啊。师傅，我觉得我没有小脑筋，您说对吗？啊，你没有小脑筋。你不但没有小脑筋，你连脑筋都没有。真的，我真的是。那您说这人也能活，也能长这么大了？对呀、那神经病医院人不是天天在活着吗？不也在长大吗？好了。那这种人是不是容易上天呀，师傅？这种人叫鱼吃下去的，真正的有智慧的人，他不是不懂，他是能够大智若愚。真正的像愚蠢的话，那你说你还能上天啊？你不要，我明白了，你不要亵渎菩萨就好了。菩萨个个都，菩萨个个都是有智慧。我看您特别累，听您说话特别累，我会好好学的，好好学白话佛法。嗯。把心定住。对的。嗯。刚才那个字不是我的字。知道，一看就不是你的字，你帮别人测的，我知道。嗯，那我呢，师傅？我现在定住多了吗？心定多了吗？你没心没肺。没心没肺，还定啊，定你个魂啊！好了，好了，再见，师傅，那你多保重啊！再见，再见。嗯，再见。喂，你好，师傅好，你好，哎，师傅，那个吧，我就问两个问题。那个同学的父亲往生快三年了，当时下葬的时候是家人的一个亲戚帮联系的，说认识卖公墓的人。结果就把钱给了亲戚的这个事情，当然也顺利的下葬了。可同修梦了，然后父亲托梦说要买房子，同修不理解，以为要送小房子了。可同修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停过小房子。后来家人去扫墓，卖公墓的那一方说墓地还没给钱，同修就去找那个亲戚。亲戚还告诉同修说白天别去，扫墓要晚上去。同修知道自己被亲戚骗了，现在同修想重新买墓地，不知道这样挪坟对家人是否有影响，尤其是家里面的老母亲，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你被亲戚骗了，你知道吗？啊，被亲戚骗了的话，就是有问题了呀。啊，这个就是说，你现在只能自己重新来，重新来总是不是太好，不是太好的话呢，你只能背了。啊，白天去母挪坟就可以了。哦，好吗？哦，那要水源了。那些坏人，他们不得。那些坏人他不得好死的，我告诉你，连鬼的钱他都要收。
明白吗？嗯，那这个要不要跟那个亲戚念化解那个冤结的小房子呢？不要了，你都不要去理他了。哦，嗯，就白天多放就可以了啊。哎，啊，那个同修当地有一种说法，说，阴历初七、十七、二十七往生的人有罪。那位同修的父亲就是阴历九月十七往生的，请问师父，众说法有玄学依据吗？嗯，再讲一遍。哦，就是同修的同修那个地方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阴历初七、十七、二十七往生的人有罪。这个同修的父亲刚好是九月十七的，九月十七往生的。嗯，请问师父，这种说法有玄学依据没有？这是自古以来就流传的东西啊，但是你不要再去讲了，讲了人家不开心的呀。哦，你说谁愿意说你有罪啊？啊，对，嗯，对不对啊？嗯，是是是，嗯。啊，下一个问题，那个同修老公借网贷还赌博，经常是半夜三更才回家，平时家人打电话不接，公司老板打电话找不到人，家人也给他放生念经送小房子，可是好过一段时间后又反弹了，像这种情况家人该怎么去帮助他呢？怎么去帮助他？帮助他啊，嗯，反弹了帮助他就是不停的念经啊，一定要不停的念经的，没有办法的。啊，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说你可以自己控制的呀。啊，有时候你就靠不停的靠菩萨加持呀。明白吗？他的父母做过生意，卖过猪肉，也收购过那个农产品，但都有那个缺斤短两的事情，是不是父母造了因，在后代身上结了果呢？是啊，完全是的。哦，那就是要给他他父母应该要忏悔。父母忏悔的多，小孩子受报的机会少；父母忏悔的少，小孩子受报的业多。好了。好，感恩师父。哦，那个是吧？那个。你说我们读白话佛的时候能够利益到我们的那个宗亲眷属或者冤亲债主，而且功德很大，是不是灵性也觉得听版的要比听文言文版的更容易懂啊？那当然了。因为你要记住，死的鬼人家叫死鬼，死鬼他是学文言文的，他当然就希望听文言文了。你明白吗？对。嗯。嗯，师父很现代，这也符合他们挺好。对啊，如果你是文言文的，他们就听文言文；如果你不是文言文的，他们就不听，他们就听不懂了，就是这样。哦，是啊，师父举的例子太妙了，嗯，能够让大家对照着去察觉自己毛病，对啊对啊，然后对照着去改正自己的毛病，对啊，是很直接，太好了。嗯，请问师傅，那个感觉这两个字在对应六根上面，可不可以拆开来理解呢？就是把那个前面那个字理解为六根里面的前五根，去触五尘，然后把触到的信息传给第六根去举言呢？你讲什么？听不清楚啊，听不懂。我说那个感觉两个字在对应六根上面，可不可以拆开来理解？感觉两个字在六根上面，感和觉是不啦？感嘛是第六感觉呀，感呀，觉嘛就是第七呀，就是你这拆开来就是感觉呀，就是感觉这两个字就是讲的第六感和第七感呀。啊，你讲的对的呀，你很聪明啊。不是，我是以为那个感是前面五根
去处五尘得到的信息，那个传给第六根去觉。觉是不是啦？哦。觉嘛就是呀、啊，觉嘛是可以觉第六根、觉第七根的呀。啊。明白吗？哦。哎，那个，那个六根，它在佛法上面讲是根气，在医学上面讲是感觉器官。那个灵体世界的众生，他就没有六根了吧？什么？再讲一遍。嗯、就是那个感觉，六根在佛上面讲是讲根气，在医学上面讲是讲感觉器官。那这个灵体众生，他就是没有六根的是吗？他有啊，他全部都是他的六根全部都有啊，他在灵的上面他就有存在的这些六根呀、啊、只是说他不是阳的六根，他是阴的六根啊。我问你在梦中你闻得出味道不啦？这样子的啊，你开什么玩笑啊？一个是灵界灵体世界，一个是肉体世界呀、啊，有什么不一样啦？我问你，你在梦中你吃香的喝辣的时候感觉舒服不啦？舒服啊。好了，没有感觉啊？你没有色香味触法的？我以为他们用的是天眼通啊什么什么。好了，不要自己乱想了。哦，对不起师傅，嗯。哦，最后一个问题，请师傅，那个无常是怎么形成的？无常什么？无就是没有呀。常嘛就是常住呀。无和常放在一起就是似有似无呀。有了没有？没了没了又有呀。叫无常呀。简单不啦？简单不啦？我想太多了。你想的太多了，想的太多了就神经病呀。想过头了就叫神经病，不想叫愚痴，所以只能在当中取一个，那就叫正常。好了，好，感恩师傅，没问题了。再见，再见。我们自己让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那行，再见。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没有长久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就叫无常。无常的心。让这个人别人看见你都害怕，一会儿变一会儿变的人没有一个不害怕的。你说谁敢跟你交朋友？今天嘴巴讲的天花乱坠，我跟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朋友，明天就跟人家翻脸了，你说这种人叫不叫无常？很多人一辈子做人，人家没人理他的，死了都没人理他，就是因为无常。为什么？他没有长性啊，他没有长久的心啊，总是在变化当中，总是在烦恼当中，总是在不理解别人当中。你好师傅。啊。师傅，自己的业障自己背。请师傅开示几个问题啊。先给解几个梦啊师傅。同修梦见自己去教室，发现自己的学习桌上印着观世音菩萨画像，请师傅解梦。去教室是吧？对，那很好啊。说明他每天在进步啊，在努力学习观世音菩萨。哦，师傅很累是吧？哎，没关系，你讲吧。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孩子的学习用的那个课本啊，以前用过的不用了的，这个是直接扔掉就可以，还是说先还是保留一段时间再扔？哎，扔掉没关系。那个杞菊地黄丸和六味地黄丸，这个吃的话分男女吗？师傅？是的呀，杞菊嘛，男的吃六味，男的吃六味比较强壮强盛一点、那女人呢吃杞菊的话会稍微软性一点，因为它里边有滋阴补阳的，明白了吗？好，感恩师傅开始。师傅开始过不能穿黄色的鞋子，那穿那种带黄边的鞋子可以吗？也不好，也是黄的那种，也不好呀，也不好说。少来这些黄色，我告诉你，黄色东西不能穿在下面的。黄色在
天上讲起来，它就是一种啊，就是人家说红啊，红和绿色的光混合产生的黄光，红光和绿色产生黄光，明白了吗？哦，啊，所以很多人讲黄色代表一种金色，金色的东西这应该长在天上了，不应该长在地底下了啊，所以地底下挖不出黄金的，黄金从沙子当中开始有的，海边的沙子当中，淘金啊，嗯，对不对啊？是是是啊，它有道理的。而地底下，感恩师傅开始，地底下接地气不是太好。嗯，好了。嗯，是，嗯，谢谢师傅。有位同修梦见有两根笔从天上飞到同修手里，是让他去画一尊菩萨。他以为是把对面一座有点破裂的观世音菩萨像画好、雕刻好，然后听见有人说，不是补好破裂的菩萨像，是自己画出来，而且都给他指明了去哪里画一尊菩萨。此时脑海里已经出现了，一尊很大的观世音菩萨盘坐在莲花座上，请师父解梦。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明他心中的菩萨不圆满呀。哦，这还不懂啊？他心中的菩萨圆满了就不一样了。哦，嗯，感恩师父开始。嗯，有位同学梦见自己的名字旁边有一个金子，而且是连续两天梦见的。请师傅开始是什么意思呢？金字不是金子，是金字。金字啊，对，梦见什么？自己的名字边上就写了两个字啊，有一个金啊，有个金，有一个金字啊，金嘛就好的呀，就是像说明他名字带有喜气啊，有运程呀、啊，好啊。哦，嗯，好事情，谢谢师傅。有师兄许愿念礼佛，有的是刚开始念就有宵夜的梦境，有师兄是念了几十遍后才开始有宵夜的梦境，请问师傅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这跟他的根基有关系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好？师父要求菩萨、哎、菩萨马上就回应了，你求菩萨，菩萨说不定一个月给你回应，现在明白了吗？就这个讲究。嗯，明白。好了，感恩师傅。嗯，有一个同修梦见自己身上带着一个楞严咒的吊坠，请师傅解梦啊。楞严咒啊，吊坠是吧？嗯、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啊，对对对，说明他同得到不同方向的那个菩萨的保佑啊。嗯，也是好事是吧？哎，因为楞严咒的话，它也是一种佛光普照的这个经文。佛光普照的、嗯、让你呢能够心啊能够更加呢啊能够得到更多的那种开悟啊，嗯，它就是一种甘露啊，啊，非常的甘露、哦、所以楞严咒的话实际上也是个大经啊，很多人都会念，但是呢念的话呢要心中要本身就要开悟，所以啊它是佛顶的光明了啊，能够降服你心中的法魔了，所以很多人心中有妖魔，他就可以念楞严咒。所以一般的没有的话，那很多人为什么各种法门他念不同的经文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咒，这个大悲咒也好，楞严咒啊，所以我告诉你，这就是本身就是佛的一个经文了。所以人家说过去念一句啊，这个楞严咒里边讲的就是制服自己的诸魔障的啦，所以很厉害的。所以有的经文为什么不能随便念？因为你们没有能量。嗯，一念一念的话，你跟魔打起来了，你打不过怎么办？你告诉我啊。嗯，是。啊，你打不过呢，我不讲话呀、啊。你打不过的话，我问你，你打不过魔的话，是不是被魔打了啦？被他打败了。啊。我说的对不对啊？对，师傅，开始的对。啊，因为不是说你嘴巴里说啊，我有什么什么，我能把你打败就打得败人家的，魔很厉害的，妖魔鬼怪是吃人害人的，明白了吗？嗯，啊，明白。嗯，感恩师傅。嗯，有位同学梦见把供奉的陶瓷观世音菩萨像拿到一尊金色的千手观音菩萨面前供奉，请师傅解梦。
一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怎么样啊？拿到一尊金色的观世音菩萨面前供奉啊，这很好，这借光，这个就是佛法界经常说的借光，光嘛就是佛光呀，嗯，哦，所以人家说跟名人在一起借光，对不对啊？对对对，你们跟师父在一起肯定借光的呀，你说你站在师父边上，人家就看你就不一样。你不在师父身边，人家就看你不就是不会把你看得很好了，道理都是这样的，是是是，对不对？嗯，是。嗯，有位同学梦里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去澳洲，然后看见一个人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31,000，请问师父怎么理解呢？31,000呀，好，小房子啊，小房子念吧。那应该念多少呢？谁？31,000。也就是说他想到澳洲来，但是他的业障就31,000那么多，小房子才能化掉。哇，你想想看，31,000要念多少年啊？说明他还没有到这个缘分，菩萨是点化他，并不是刺激他不让他来，是点化他。你要念掉这个呢，你都能过来的。你先消业是吧？啊，就是消业，业障再重跑过来干嘛？嗯，是是是，哎，嗯，下一个是有位师兄梦见有人告诉他，你是无事的子孙。请问师父，什么是无事呢？无就是没有那个无，事就是姓氏的事。对呀，无事嘛就是天地所造呀，无事的他是你，就是讲老实话，就是你这个人呢，不知道哪里来的，用现代话嘛讲，不知道哪里来的。你从哪里人的、哦、你这个人无性无事的，实际上讲的老实话就是无事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可以好可以不好的。哦，听得懂吗？啊，你好的学好的，你是受天地之约到人间来啊，来做什么什么的。如果你说的不好的话，那你这个人呢连姓名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你就是像乞丐帮一样的。无事，听得懂吗？嗯，明白明白。然后师父开始。你很好。嗯，好好好，师父。你应该得到菩萨更多的加持、嗯。你讲老实话，你非常正能量的，嗯。哎呀，谢谢谢谢师父对我的鼓励。很好。嗯，好、啊，我今天没有问题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再见再见。嗯，再见师父，嗯。喂，哎，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嗯，师傅，您听得到吗？不好，听得到。不好，哦，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哎，嗯，感恩师傅，嗯，师傅您先，您累了，我先做一个分享啊。嗯，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哎，都有点累哦。没关系，你讲吧。好。那个同修啊，他想要考驾照，但是呢不想看书学习，考试就想靠着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去蒙对题，就想着有观世音菩萨保佑一定能够蒙对。然后观世音菩萨托梦给同修的婆婆说，你总是叫他去考驾照，他不学理论怎么考得出驾照来吗？第二天他婆婆就告诉他这个梦，然后他就开始去看书本读理论，而且还请了老师来帮他复习重点，认真对待此事。考试当天他和婆婆都在佛堂前祈求一次考过。去考试的时候碰到一个华人，跟他说他们第二次来考的，很少人一次性就能通过的，你准备考第二次吧。在考试的时候同修做题感觉的题比较难，然后电脑突然就死机，全考场只有他一个人的电脑死机，然后考官当时决定给他的电脑重新送题。当电脑打开看到题型的时候，同修开心极了，因为这些题同修之前都复习过了。嗯，最后同修一次性通过。嗯，同修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这个真的是菩萨保佑帮忙了。对对，真的是、啊、他说太神奇了，他说、嗯、那个题都
他说江东的死鸡。嗯。感恩师傅。嗯，讲吧。那个感恩师傅，那个有些问题想请师傅就是帮忙解答哦。嗯，就是同修他做梦，他说梦里师傅让他去给台湾8地区8个供销，去，对不起师傅。就是同修做梦，梦里师傅让他去给台湾地区8个供销会传信，说师傅说你们要想开法会，你们8个供销会必须在同一天开法会。然后同修先去了高雄和台北2个供销会，告诉他们师父的开示。然后同修问高雄的师兄，你们高雄到台北有多远？然后就醒了，醒来同修就想，怎么可能8个供销会同一天开法会呢？然后同修想，师父可能是想让他们8个供销会集中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共同办好一场法会。请问师父，同修醒来后的理解对吗？嗯，请师父慈悲开示。应该是对的吧？嗯。哦，对的，是吧？8个供修会嘛，实际上就是很简单呀，就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做呀。很想师父能够去，就是在那里开法会。对呀，对呀。嗯，不要催我，好吧？啊。师傅辛苦，我说你鼻子不要吹。哦，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这样可以吗？可以，讲吧。哦，好，感恩师傅。嗯，同修梦到师兄说，就是下面应该请师傅解答一个问题。同修梦到师兄说你功德没去年多，梦中好像说同修有2朵莲花，说另一朵莲花根都没有了，然后同修就用土去培那个莲花根，想把莲花种起来，但看到莲花根像人的身体一样，像一个小人一样，同修就把土埋到莲花根的脖子的时候，莲花根开口说话，说出不了气了。然后同修就把土拓出来一些，梦中还有人在为这个像小人模样的莲花根吃饭，请师父慈悲解梦。啊，哎，不要动啊，不要动啊，你电话不要动好吗？哦，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哎呦，吵的嘞！你看，要么鼻子，不要动，哦、对不起，放在那里不要动电话，你的电话线也有问题，嗯。哦，行，对不起，哦。嗯。听得懂吗？哦，听得懂了。哎，哎呦。哎。小人们还不知道啊，小人还不知道啊。好好的把念消灾吉祥神咒啊。哦，好了。他说他想请问师傅，他说为什么梦里面说他有2朵莲花？2朵莲花嘛，就是一朵在天上，一朵在下面呀。人成即佛成呀、哦，说明他人已经也像莲花一样了呀。哦，谢谢谢谢师兄。嗯。嗯，感恩师傅，嗯，慈悲开示。嗯，那个第二个下一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解梦，就是同学梦到自己啊，拿起东西就吃，就听见一个声音说吃了就不能超脱六道，声音不知道是谁说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吃了没有，旁边有个师兄就没有吃。做梦同修他已经许愿清修了，请师父慈悲给他开示一下。吃东西当心，许愿吃全素的人吃东西一定要当心的。哦，好了，就是必须是全素的，不能沾一点荤腥是吧？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哦哦，好的。你吃全素了还沾点荤腥啊？脑子坏了？哦，对不起，那因为对不起，对不起，师傅，那，哦，对不起，师傅，他说他想请师傅给他开示一下，就是他怎么在修心上面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没什么，严格管好自己。哦哦。任何人必须严格管好自己，听得懂吗？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那个，请师傅解答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父母他都健在，都70-80岁了，也知道搬家不好，但父母很期待新房子，但不同修不想让老人家不开心，同修想请问师傅能不能搬老人家？老人家搬房子可以的呀，早上呀，不要等，稍微当心一点嘛就好了。
哦哦，好好的，感受像他老父母这么大年纪搬家的话，一般要念哪些经文？念很多呢，嗯，哇，大悲咒啦、心经啦都要念。哦。嗯。可不可以就是取一个小房子数目呢？可以。哦哦，好好的，感恩师傅。嗯，请师傅慈悲解答下一个问题。同学梦到在地捡地上很多的针，请师傅慈悲解梦。捡地上的针已经有人问过了。哦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嗯、那请师傅解答下一个问题，就是两位师兄他就是同修，他梦到两位师兄在讨论，就是在业缘中圆满道行，这时候左耳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说米鹏，声音就是像是聊天的这位负责人师兄说的米鹏。嗯、请师父慈悲开始。什么写的？他说他只是听到声音，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写的，就是米鹏。你呀、啊、对，就是同音，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字。你呀、啊、你鹏啊。啊、嗯、你鹏，朋友的鹏啊，应该是。他不知道，他就说就听到这么个声音。像这种一般的偶然的听到声音不代表什么，如果是直接对他讲的话，你们就是他自己呀。朋是什么、哦、你要自己呀，多度人呐，朋不就朋友呀。哦哦，啊，就是这样。嗯、哦，好好好的，那也感恩师傅。那他也想请师傅就是能不能慈悲给开示一下，在业缘中圆满道行，就是业缘中还不懂啊。我们人活在业，我们也人活在缘分当中的呀。那缘分是由什么组成的啦？缘分嘛，由业力组成的呀。对。你在业缘当中，慢慢的来，自己来圆满自己的道行啊。听不懂啊？好了。嗯，听得懂。在业当中修，在缘分当中修，最后修成菩萨呀，就是这样。哦，好，感恩师父。那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就是求菩萨能够慈悲给我们看，就是能够多多的善缘善业，然后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修行。那当然可以啊。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那个同修他梦见他家马桶下面漏水，请问是修心上的问题吗？有漏呀，绝对是的。嗯。哦，有漏。嗯。哦哦，好好的。他要念礼佛忏悔的吗？要。像这种梦一般几遍呢？感恩师傅。27遍。哦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那个，请师傅帮忙解答一个现实中的一个问题。同修老公在跟同修争吵后，去找同修父亲，通知同修父亲，就是他老丈人，恶意的鞠了3个躬。同修担心先生受他家人指使而进一步使坏或下杠头。同修父亲信佛，但是没有学佛念经，被他老公恶意的鞠了3个躬，同修父亲会有什么影响吗？不会。他老公鞠躬有什么用啊？哦、不修心的人鞠躬有用的，磕头都没用，对不对啊？对。你想想看，我举个例子，你冲人家磕3个头，和师父跟人家磕3个头，你说哪个有用啦？啊，你们师父啊。好了。呵呵哦，哦，感恩师傅。他需要念点姐姐做化解吗？要。哦哦，好好的，感恩师傅。那个，请师傅慈悲解答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梦里拜仙家，跟他现实中周围有师兄杂修有关系吗？有。那他怎么化解呢？多念观世音菩萨大悲咒心经，把前面要讲的跟观世音菩萨讲。哦哦，行，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那个请师傅再解一个梦，就是同修啊，他晚上去问菩萨是否可以跟那个甲同修一起创业，然后梦到要跟甲师兄一起先去甲师兄目前的农场住一晚，之后开车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但是同修一路很艰辛的回家收拾行李，但最后在约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还没有与同修回合就醒了，请师傅，他就想说这个梦跟他的确有关系吗？有啊。那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一般吧，回了就是说明不是太好啊。嗯。
哦。不可以，应该。那是不可以是吧？嗯。哦哦，感师傅，师傅，有一个师兄，请师傅帮忙解一个梦，就是求菩萨问莲花后两周内三次梦见师傅，莲花是有跌下来了吗？他问我啊。对，他是跟菩萨说他的莲花怎么样，然后呢，过了两周就，两周之内师傅就来了三回。啊、哦，那就是莲花快要掉下来了。哦哦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个我在最后的时候想做一个反馈啊，感恩师傅，嗯，就是很法喜，在2018年的10月份的美国法会前，也就是9月28日悬疑问答节目中，一位师兄请师傅帮忙解梦，同修梦到去助缘法会预定的民宿里有一个穿燕尾服戴高帽的杀人狂，像是上两个世纪的人，梦里把与同修一起住的人都杀死了，还放火烧。混乱中，同修冲上去要制止他，然后这个杀人狂说，你是修心灵法门的，我不杀你，但是为了证明我是一个杀人狂，我必须象征性的砍你一刀，然后同修梦里手臂被他砍了一刀。师父当时开了49张小房子，并开始助缘法会前总会有一些阻碍，要坚定信心，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现在做梦的同修他就反馈，他说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慈悲的师父。同修们听了师父的录音节目后，一起住的师兄们每人都拿出自己的小房子加起来，总共送了63张小房子，并且针对这场法会，同修自己给自己的药精者许愿21张小房子，放生500条鱼。为了顺利助缘法会，又提早念诵礼佛消业，平日上香祈求、准提神咒、解结咒、消灾吉祥神咒，通通都来，前期工作一一做足。到了美国洛杉矶，然后那个民宿的环境冷清的，让人有点害怕。房间里的设计跟他梦中真的很像很像，很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他们。对面住了两位男师兄，他们才不那么害怕。法会期间住宿还挺平安的，唯一一个小插曲就是当时不见了一把钥匙，但是同修通过念准提神咒，后面又找到了。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这么小的事情都这么慈悲。大家都以为没啥事的时候，最后一天他走在街上，他傻住了，他看到一个外国人跟梦里的那个杀人狂一模一样，身上穿着上世纪的燕尾服、大高帽，还有很厚的络腮胡。同修当时就很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他说如果没有菩萨提醒梦里点化，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解梦，如果没有化掉这63张小房子，他说这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可预知的事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听师父的话真的会平安。菩萨提醒我们，师父开示的话一定要听，特别是小房子开的数目量，我们听师父的话无形当中就已经帮我们化掉了很多人生中无法预知的意外。也希望广大师兄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嗯，师父，我反馈完了。啊，这是真实的显化呀。因为很多预示梦的话，当你知道的话，你就会防备；你不知道，你不好好念经，你到时候倒霉了嘛。很多人出事就这么出事了呀，听得懂吗？对对对，他是真。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对不起啊，今天就问到这里，感恩观世音菩萨，嗯，师父保重身体。嗯，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